家好，我是王丽萍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参加了第14届中美电视节，获得了最佳编剧的荣誉。我到现在仍然记忆的那个难忘的时刻，以此作为我努力写作的力量源泉。一晃呢，中美电视节又要跟大家见面了，正逢迎来20岁的生日，在这里呢，祝中美电视节越办越好，生日快乐。中美电视节作为一个桥梁，它展示了世界舞台上特别多的优秀作品，中外人士在这里欢聚一堂，互通心得，对促进艺术发展，特别是对我们来说，讲好中国故事有着巨大的意义。它也是一个精彩斑斓的舞台，让我们欣赏到各国不同的艺术作品和影视图像。那么在此，我们作为电视人彼此鼓励，共创辉煌，也祝福中美电视节越办越好。